从今天开始啊，进到十六章。你要了解十六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啊，是在讲三个主要的节期，他要你守这个节期，除酵节啊，就逾越节了啊，七七节啊，祝棚节。当然这两逾越节跟除酵节不是完全一样，但是非常非常靠近。好，你要注意亚比月啊，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神啊守逾越节，守逾越节啊，这是在啊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的。利未记二十三章啊，特别讲的这个逾越节的事情。好，我们很快的哈、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啊。那这些啊都是神所定的节期啊，神所纪念的节期。那么节期乃是为什么？为了安息与满足，安息与享受的啊，安息或者享受都是预表基督要成为我们真安息，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真享受。所以呢，关于啊神的祭司啊，这个怎么样与神交通啊，其中啊就讲到节期。节期的事情啊，指明我们这些做祭司的对神的侍奉，要带进基督啊，作为我们与神之间，并我们彼此之间的安息与享受。神命定的节期，使他的子民可以跟他一起安息，同得安息，同得喜乐，使他们与神，并且与彼此都能够同享神为他们救赎的属民啊所预备的一切。这个安息与享受啊，是团体的，不是个人的啊。那么这些节期啊，是圣会，耶和华所定的节期就是圣会了，是为了神的子民啊，特别的专一的目的而被召聚的特别聚会啊。这个圣会啊，是表示呢信徒要被什么聚集起来，好像就是 Ecclesia 蒙神拣选呼召出来的会众，要在神的面前，并且与神和与彼此的团体啊，都以基督为安息与享受啊。这个是这个，首先呢就讲到头七日是完全的安息日啊，安息日。那安息日是每一周的节期啊，就明显的就是安息日了。这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啊。那我们现在是生命记，乃是在重复那一段时间所讲的话。啊，利未记没有去 quote 引用生命记的话，但是生命记里面引用了很多利未记的话，懂吗？每周的节期安息日就表征神的属民啊，还神之间的彼此的同德的安息啊。安息是向着耶和华所守的，表征啊神的属民有份于神，有份于也使神得着喜乐，使神得着享受的安息。所以这个是每年的七个节期里面啊，每个节期的主要的含义都是享受神，与神同得安息与满足啊。那每一年的这个节期里面啊，这耶和华所定的节期啊，就是啊，到你们这个每年啊，有主要的七个节期，七就是完整的数字啦。表征每一年的七个节期乃是完全在神的丰富里面的。那么这个基督乃是安息日的时机，也是每一年节期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节期的实际的因素啊，它的要素是什么。那么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了。好，逾越节和除酵节啊，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边呢、讲得非常近。其实在逾越节的头一天晚上，他们就要吃苦菜和什么和这个无酵饼了。所以无酵饼的开始其实上是逾越节当天。所以呢他们在新约的时候常常有讲到除酵节的第一天，其实就讲逾越节的意思啊。好，在黄昏的时候啊，就两晚之间，两个晚上之间啊，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的十五号呢，乃是向耶和华所守的这个无酵节。所以说十四日的时候是逾越节，十五日开始啊就叫无酵节，要吃无酵饼七天，就除酵饼七天。
那么第一日和第七日都是盛会啊，第一日和第七日都是盛会啊，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这个很明显也是一个安息日。表征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期间呢，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第一日到第七日嘛，我们都是团体的享受基督，并无人为的劳碌了。好，这是无酵节，这个月就叫亚比月。亚比月啊，像耶和华你的神所守的逾越节，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的夜间领你出埃及。亚比月，这个亚比啊，什么意思啊？啊，我稍微看一下啊。Abib 就是是柔软啊，这个是出熟青嫩的大麦的谷穗啊。谷穗啊所形成的月份就是亚比月了，出埃及记的时候的月节就是三月到四月之间，这叫亚比，那个穗子要吐出麦子的时候啊，这叫亚比啊。那谁又来啊？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亚比月啊，亚比月啊，是耶和华神呢、啊，在这个月这个月里面呢、啊，领我们出埃及，这个就是逾越节了。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的，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哪里啊？啊，那后来就知道了啊，就是犹大的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么要从你的羊群、牛群中，将逾越节的生祭，就要献祭给耶和华你的神啊。这个是。You shall sacrifice the Passover， 这个是逾越节，你要将逾越节的 Passover 的这个什么样生祭啊、，to Jehovah thy God 啊，然后把你的牛群和羊群 of the flock and of the herd 啊 ，of the flock and of the herd。好，你吃这生祭啊，不可吃有效的饼，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除酵节无逾越节的那个概念啊。这个火祭啊，要献给耶和华七日，这是一个完全的时间，完全的时期啊。这个时期啊，就表征什么呢？啊，表征我们基督徒啊，整个的生活啊的整个的期间，完整的时间嘛，是不断的要把什么基督献给神的，所以无酵饼的，没有酵的，没有罪的。啊，在主的筵席上，我们向全宇宙都要表示什么？在每一周一周里面的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都是取用基督做我们除酵的食物啊，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叫我们远离罪，并且呢，我们是带着他啊，带着基督来赴筵席的。然后我们呢所享受的做食物的这一位，乃是基督，是要献给神，使神得种满足的，这叫逾越节。和无酵节，那么过来的时候啊，他讲了一段啊，在立位记里面讲的出熟节，但是他讲的很特别，在立位记的23:10，他说啊，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话了，你要对以色列说，当你们进入到我赐给你的那地，很抱歉，生命记的时候都还没进入，生命记的时候都还没进入，所以在这一边呢、啊。是在立位记写的就是38年前啊，在这个生命记你现在看的这一段的38年之前，耶和华所说的话，他说你要带当你们这些人啊进入到我所赐给你们的地的时候，那当你们开始收割庄稼的时候，对不对？你就要将收割庄稼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啊，那这个带给祭司的时候，祭司要干嘛？他们啊要把这个一捆啊在耶和华神面前呢、啊、摇一摇，摇一摇，使你们蒙悦纳。这个要摇祭啊，这个是什么？祭司啊要在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次日摇一摇，讲到复活升天的意思。这就是啊，安息日的次日就是耶稣复活之日。安息的日次日啊，所以
每年的第一个节气叫逾越节，第二个节气叫除孝节，第三个节气就叫出手节，连续在一起，连续在一起的啊。那么逾越节正月十四嘛，啊，除孝节就正月十五，那出手节刚好正月十六了啊，那就是表示什么？基督复活的那日，逾越节是被宰杀。经过除孝无孝的没有罪的，然后隐藏了，然后呢在出手节的时候是怎么样完全的复活升天归给神。所以第三个节叫做出手节，表征做出手果子的复活的基督，在他的复活里面，基督乃是我们享受的筵席。基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钉十字架，过了三日就是安息日的次日啊，约翰福音二十章也是安息日次，就是这个出手节的时间，他复活了。基督的复活乃是出手节的应验，也是这个节期的时机。好，那我们看啊，这个节只是说到哈，你要用逾越节的节期，你要怎么做啊？你要把守牲的啊，这个不是守牲的。要把牛群羊群中呢带来给耶和华神啊，这个是逾越节的生祭。但你吃生祭的时候啊，你要记住，你要吃苦菜和除孝饼，你不可以吃有效的，你只能吃无效的饼，没有掺杂的教训的啊，是纯粹的基督。好，七日呢之内要吃什么无效饼？这无效饼呢就是困苦饼啊。有酵啊，有时候会发酵啊，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但是无酵呢吃起来就困苦啦，没有什么感觉啦啊。但其实啊，是你本来啊是急急忙忙的出了埃及地的，对不对？要叫你一生一世都要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你这出来的时候吃无酵饼啊，这个很难咬啊，这个不好吃啊，不是那个很像那个面包啊，烤面包出来的味道很香嘛，对不对？这个不会啊，这是纯的。他说这是困苦饼，哎，这个很有意思啊 ，bread of affliction，bread of affliction， 这一段话啊是很有意思的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圣经啊，里面讲到这个，来，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次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总有一些怎么样一些感觉啊，就是神好像特别特别疼惜我们啊，特别疼惜我们啊，他知道啊，我们这一生啊，缺了什么会有什么问题啊。首先呢，逾越节里面也包括了无孝节跟出手节。出手节是在我们进到迦南美地之后啊，把这个出手的庄稼捆一捆啊，交给祭司献给神。那么后面呢，三大节日啊，就是逾越节、七七节，就是五旬节了啊，跟触碰节三次朝见神的日子啊，这是从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七节都在讲这。那么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说明啊，以色列人一年里面啊，有三次要朝见耶和华，要向他守节。这一边呢，就讲到逾越节、五孝节啦，跟七七节和祝棚节。但就关于这个逾越节和除孝节的这个条例啊，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已经讲了这个历史的由来。根据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啊，还有民数记的记载，逾越节和无孝节啊，其实讲起来是不同的，但是它连在一起。通常除孝节啊，都是在逾越节之后才举行。它的第一，它有总共七天，第一天和第七天都完全的安息。那么生命祭呢，就将这两个节期啊，就放在一起啊庆祝了。此后啊，犹太人就把这两个节期啊当成一个。有时候交替的使用这两个名词啊，有时候就是讲，哎，这个是除孝节的第一日要来了，其实在那天是什么逾越节。这个节期对以色列人来说啊，就象征了上帝的救赎和希望。
雅比月直接的翻译就是谷穗啊，形成的月份啊，就是阳历三四月了啊。大麦收成的时间就叫做雅比月，但是呢，巴比伦的日历呢，就称这个为尼散月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有一点分别的，那么讲的方式不一样，讲的方式不一样啊。好，那我们讲过雅比月什么意思？尼散月其实就是雅比月了啊，只是它是不同的国家所讲的话啊，称呼那个名字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称那个叫 January、February 啊，这个 March、April 跟 May，这个是英文的讲法。但是呢，这个雅比月是犹太人的讲法，谷穗形成的月份啊。那这个尼散月呢是巴比伦的讲法。好，你们要献祭啊，要为献祭宰杀之专门的讲法啊，献给什么逾越节的牲祭，牛啊或羊啊或羊羔啊，这个是。条例啊，可能变迁，这个可能是因为啊，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以后，生活形态有改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那么轻易的取得羊羔的，所以呢，这边呢、就讲到这个牲祭啊，祭牲这后面呢、包括了那个后面除罪、除孝节的这个祭物啊，困苦饼的意思啊，就讲你要吃困苦饼，无孝饼就是困苦饼，就是贫困的、悲惨的。叫你纪念，你是急急忙忙出来的，你那时候是为奴之家啊，你要一生一世纪念，你怎么出来的啊？你是那个在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情况之下，悲惨的情况，就是神愿意来解救你啊，叫你永远纪念他啊。在你四境之内7日不可见有效的饼啊，面酵哦，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早晨啊！这个是神与人共享的平安祭。那如果是啊，为了感谢而献的，也必须是在当天就要吃完。这个是在立位记啊7章那边呢，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是这样：假设啊，你是为了感谢献的平安生祭的肉。你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早晨，也就是早上以前都要吃完，晚上就得吃啊。不过这边呢，要求当晚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要纪念啊，当年清晨你就要离开了，出埃及了，就这边意思啊。晚上献的肉嘛，就是当晚就要把它吃掉了啊。耶和华你的神啊所赐的。各城之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不是你每一个城你爱怎么样献就怎么样献的，这个是啊，必须要在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那边献。啊，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当献这个逾越节的祭耶，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清晨就要回到你的帐篷去了。你要吃无酵饼6日，第7日呢，就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的啊。那么在那个之后，还要再计算七日，74、9天，就从你开镰收割禾稼的时候开始算起，总共。七七四十九，你就要照着这个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啊，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守七七节啊，这个话语啊，就是 7 weeks，7 weeks 啊，他一直强调是 7 weeks 啊，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且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以及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居，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呢，欢喜快乐了啊，欢乐了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事情要学习的啊，这个是不简单的。好，我们来看到啊，所以这些啊，晚上要吃完是为什么？为了纪念神。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从日落到日出啊。那么第好这个五到六节呢啊，他就讲到要怎么样，必须去中央圣所，就是在耶路撒冷来过这个逾越节啊，过这个逾越节。那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边啊，记载你们应该在家中过逾越节，但是现在要改成怎么样，当他们到了新的美地以后，要一起到主面前去守啊，神所为他的名所立的居所啊，立他名的居所，对不对？好，来献。所以这以前啊，在出埃及的时候是在个人的家中啊，家中要涂上每枚上面的血，但是现在呢乃是改了，要一起要走到什么耶路撒冷啊，来在那边守。所以新约又显示啊，逾越节啊，在马太福音啊，又回到家中了啊。比如说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他说啊，逾越节的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哎，我们要吃逾越节的筵席要到哪里准备啊？然后耶稣回答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做啊？那我与门徒要在你的家里面守逾越节了。你的家中的逾越节，所以到了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时候是你家中的逾越节，但是在马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他也是如此啊。他说除酵节就是啊，要宰杀逾越节羊羔的那天到了，耶稣就打发了彼得、约翰说啊，你要去准备逾越节的羊羔。那你们就到了城里面啊，有人拿着水瓶迎面而来，你要跟着他。那对大这个家的主人说啊，夫子说啊，客房在哪？我好与门徒啊在那边吃逾越节的羊羔。他要指示给你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就在那边准备啊。这就是啊耶稣所说的逾越节的羊羔啊，逾越节的筵席啦，筵席啊，应该讲筵席啊，羊羔是耶稣自己啊。然后后面呢啊，就是在那个筵席上啊，这个耶稣就定了这个永历了啊，只等到那个主再来的时候，再不要再喝那个葡萄的汁所代表的酒了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时候讲的，也就是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自己家中，当他们到的美地的时候，要一起合一在耶路撒冷，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又回到自己家中去什么样敬拜啊，逾越节的吃喝逾越节的这个筵席和守这个逾越节的这个节期是这样的。那你们呢？要把肉啊烤了吃啊，这个煮沸煮熟的意思了啊，就是烤熟的啊，不能吃血嘛。那么七节呢就讲到这个逾越节啊是无酵节的第一天啊，所以无酵节结束的时候应该还要留在圣所几天，这个次日的早晨啊，应该是指着说逾越节的七日结束的时候的那个次日早晨啊，这样才有办法啊。好，所以啊，要吃无酵饼七六天呐 啊，包括第一天是逾越节了，就是这样子讲法啊。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你要回到你的帐篷去，就回到节期的时候暂时居住的地方，那晚上吃肉吃苦菜，但纪念啊。这个出埃及啊，到早晨再回到这个帐篷来。好啊，无论如何啊，这个记载啊，感觉起来有一点点不是完全一致啊，跟那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和利未记二十三章啊，有一点不是说完全一致。但是呢，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可能是讲法和细致与否的问题。好，那再来讲到哈。到第七日你要守筵宿会，什么事都不能做，不能做工。这个筵宿会啊，在圣经里面这个词啊出现11次。这个聚会的时间啊，
你不可以做工啊，你要常常的附带的要怎么样，要干嘛，要进食，要祷告啊。比如说啊，在约珥书1:14，他说你们要分定进食的日子，要宣告严肃会，招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啊，向耶和华哀求。那么在约珥书2也有讲，你们要在这个西安吹号吹角，分定那个进食的时间，那日子宣告严肃会，严肃会啊，都是这个聚会严肃会啊，这一段时间是不可以随便做什么事的。所以关于这个逾越节这件事啊，后面这个9以后就是七夕节了。在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逾越节啊，他写的其实是很蛮细的啊。首先你要看到历史的渊源啊，是出现在出埃及记12，就讲你这个月要称为正月，这个月的10你要开始预备羊羔，这个月的14你就要做你的逾越节，然后你们要这个写涂抹在门楣上、门框上，好叫你们啊，我派面面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越过你们，啊，这个强调的是逾越了你们这边，然后去击杀了埃及的长子。那么这是开头。那么逾越节的条例呢，就在这个16:1-8，就这边写的这些。利未记23:5-8也是讲这个。利未记28那边呢、16:16-25也是讲到什么逾越节的条例。啊，民数记28:16那边讲呢，正月14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的15是节期，就是要吃无酵饼7，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嘛，那么一直到第7嘛，一连7要将这火祭啊，馨香的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啊，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之外。第7当有盛会，就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个是在民数记28有特别的讲。那么利未记23讲的这句话，生命记的16讲的这话，也就是创出立民生。除了创世纪没讲，因为还没开始。出埃及记12讲的，利未记23讲的，民数记28讲的，生命记16讲，你看多重要。一连4在这个圣经的五经里面5/4的经卷都有提到这个事。那么再来讲到那个怎么庆祝逾越节呢，在讲到民数记的时候9这边有讲到这个以色列当他们呢经过的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在西乃山的旷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了这些话呢，要怎么样庆祝了。在利未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不是在基甲安营吗？正月14晚上就开始人们在耶利哥的平原里面啊守这逾越节。因为啊他们在基甲就翻滚这边呢、就是重新割礼。有年轻一代没有做过割礼的就重新割礼。教理上重新割礼了，如果对手发现了，他们就故意来攻打，但是神叫他们害怕，没有人出来，等到他们都好了，就一股脑的就把他们杀了。好，这是逾越节的次日就吃了那地的土产出产，正当那日他们就吃了无酵饼和空的谷，在吃了那地的土产的时候，很特别的是第二天当你开始吃当地的出产呢，第二天玛拿就止住了，不再有玛拿了。但是从那一年的开始，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出产了，这个是逾越节很清楚的记载。那么逾越节庆祝啊还有很多地方啦，比如说在列王记下23，这个王啊这个吩咐了很多人要来守逾越节守逾越节，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将那些作恶多端的全部都拆毁了。约西亚呢，王特的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跟随耶和华神焚烧的那些这个亚瑟啦还有一些柱像等等万象天上万象啊，巴黎的日月星辰全部都杀了。然后呢，烧掉以后啊，那就是让洁净那个礼，洁净了礼啊。犹大王啊，就拆毁了所有的坛啊，丘坛这种坛，在耶路撒冷前的斜僻山，就是啊，所罗门王啊，在那边都还为着这个西顿人啊神亚斯他路啊，摩押人的神啊，可憎的神基莫啊。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所筑的那些丘坛，这个约西亚王啊，就是在末了的时候就给他们全都什么呀污秽了，通通砍下柱像偶像，将人的骨头埋了那个地方，就是后来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就完全的被烧毁，打成灰，就恢复到耶和华的话。因为曾经有神人从犹大人预先说到，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他必要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个就是他的坟墓。那感谢主啊，这个是好长的一段呢利未记的故事。所以他们回去以后，那约西亚王吩咐众民说，我们都应当照着经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记开始啊，其实就是约书亚开始啊，治理以色列的人和以色列的王犹大王，直到如今，从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在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所以这一段话啊，是非常被什么纪念的啊，在历代志下的西西家王30章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在2月份学开始守逾越节，因为他们要自洁的事情然后要到时间到了，然后不要干犯耶和华神，所以呢，该做的什么事情他们就做。那么一直到形成的大会就是把众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守这个除酵节然后他们把这个所有的丘坛燃烧的坛全都抛在那个基伦溪里面然后后来他们这些祭司立位人通通怎么样宰了逾越节羊羔自洁，把燔祭就献在耶和华的殿中了那这个是按照神人摩西的律法，就重新的来怎样洁净圣别，度过逾越节那么之后呢，就是守这个除酵节7日这个完全是按照这个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么多的经文所说的话。那么经文呢，是关于什么？民数记、立位记、生命记上面关于这个叫逾越节的这个事情。那么就在列王记还有历代志这些还有约书亚记都有不同地方，然后被复兴的时候走这个逾越节的庆祝这逾越节的这个事情到以斯拉的时候正月14日在6章19节，他们被掳归回的人就一起守逾越节了所以他们所有的立位人祭司通通自洁然后宰逾越节的羊羔叫所有属神的人都吃着羊羔，欢欢喜喜的守了逾越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叫亚述王的心，就是巴比伦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了。所以这个都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曾经在圣经旧约里面出现的相关经文。而这个经文相当相当多了所以这个都是在那个什么逾越节的这边所做的。
那么我们呢，从第九章开始到十二章啊，他就讲到七七节，对，十二节啊，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就讲到七七节，你要守这个七七节，你的儿女仆婢跟这个利未人，还有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啊，通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啊。所以这个每一次都在纪念啊，困苦饼也在纪念他们曾经啊在埃及里面啊过过苦日子。现在七七节到了啊，这个收藏节了啊。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啊。那么开镰收割就是开始镰刀了啊，差不多这庄稼出熟了。这七夕节又要收割节啊，这个祝棚节又叫收藏节啊。收割节就是拿起镰刀割下来啊，就五旬节了啊。这个民数记二十八章啊，讲这个节啊叫做庄稼出熟的日子。庄稼出熟的日子啊，一般来讲啊，七夕节是在逾越节之后啊，包括逾越节之后就五十天，逾越节之后从次日开始计算七七四十九天，也就是说这一段呢、啊、是讲到开始收割算起五十日，叫五旬节啊。那巴勒斯坦的阳历啊，四月底他们开始啊收割大麦。那么小麦收割的时候结束啊是阳历的六月初啊。那么月节刚好是阳历的三四月，所以开始收大麦之时啊，这是一个开始。开始收割了到收割结束啊，就距离很远啊，一个是刚开始收成的部分呢叫出熟的果子。绝大多数呢都在那个五六月才完全成熟。所以你们要拿着什么，手里要拿着甘心祭。这个手里要拿着的意思啊是什么，你要有足够的一把一把的完全的啊这个献上。甘心呢就是你是自制的，甘心乐意奉献的啊，这个节日啊也必须要到什么，到神所拣选的地方去，神所拣选的地方去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七七节主要的内容啊。那我们最后呢就讲到祝棚节主要的内容是从13节到17节。那我们这个都大概都讲过的话，我们就是复习一下，然后要为什么它重复又重复呢？表示这个很重要嘛。神的时间，神的季节，你要搞清楚神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神在安息的时候他就安息了，你还在那边拼命劳苦干嘛呢？你就安息吧啊，对神对人都有安息。好，那么这边呢你要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之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了。那么收藏节的由来就是这个祝棚节的时间。然后守节的时候啊，你和你的女儿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啊都要欢乐。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哦，他们都还在写生命记的时候都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的。他们现在解的都是啊提前部署的，就是你都看不到的，是未来式啊。像那个出熟节的时候，他是说当你到达那个美地之后，将你首批这个收获的出熟的果子，然后献上来，拿一把然后献给祭司摇一摇的。这都是在讲什么事情都还没有成就，然后他就已经开始讲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那个时间次序啊。那好，你要走祝棚节也是七日，跟那个除酵日其实是前后呼应的，一个年前一个年尾啊。那我们再看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这个女儿啊仆婢
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寄居的和寡妇儿女过都要欢乐，所以这个时间点也是什么都要的啊。但你要怎么样欢乐？在哪里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的一切土地土产上面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都要赐福给你，你就会非常欢乐了。你一切的男丁要在哪里啊？在除酵节的时候、七七节的时候、祝棚节的时候，一年三次。他是讲男丁而已哦，男丁而已哦，不是全世界的人呐、啊。他说男丁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手你神所选择的，不是你自己爱选择就可以啊、哦。选择的地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你们这些男丁要来了，他不做事啊，不行。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力量，照着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来献祭啊，奉献礼物。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奉献一条牛的啦，你实在是不行，你就是、啊、这个一只雏鸽也可以了啊，斑鸠雏鸽嘛、啊、也可以了，就按照你的力量来奉献。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祝福福分来奉献这些财物啊，所以你不可空手朝见神啊，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面啊，各城啊，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啊。那所以这一段呢、啊，就开始到了另外一段了。我们先从13节到17节。这一段话哦，是在讲七七节的一些条例啊、这个祝棚节基本上啊，它是收藏的节期，在利未记23章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非常重要，是耶和华的啊。那么在民数记29章、生命记31章，也就是说生命记现在我们在读16章，当他到的末了31章的时候还得要再讲，所以啊，在那个时候讲的是不同了。这摩西就吩咐他们呢，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前的这个定期祝棚节的时候，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豁免年那一年的祝棚节啊，众人就要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神。你必须要在众人面前将这律法书上的话念给他们听，那么招聚他们男的女的孩子啊，城里的寄居的，使他们都听到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里面的一切话，叫那些啊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们都能够听见，也能够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在你们呢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你们就常常要这样行，好吧？这个是明显的有讲到啊、哦，明显的有讲到这个话。那我们来看看哈、哦，收藏节的意思就是聚集谷类的时间嘛哈、哦。这个出埃及记23章的时候称这个祝棚节叫做收藏节。时间点呢、啊，大概都是在阳历啊，阳历的九月份中间到十月中，吹号日啊，这个吹号日之后啊，才有收藏节，所以这个吹号节之前刚好911的时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阳历九月中。啊，一直到十月中这一段时间，好，你们要怎么样欢喜快乐？你们所办的工作啊，也都要真正的喜乐啊，实实在在的愉快。那么在14节到15节啊，就讲了，你要提到祝棚节的时候，我们主要的这个态度就是欢喜快乐啊，愉悦啊。这不是只是讲一般的喜乐，而是讲到了外显的高兴啊。你有没有这种高兴啊？为了神所给予我们这些实质的恩典啊，我们确实的快乐啊。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朝见他，不可空空的、没有东西的，空手来去见。
我们要怎么样献上礼物一年三次到神那里啊，按自己的力量没关系，但是要有这个诚意啊。我们现在啊，似乎越来越不太会懂得用这个礼物来表达我们的感恩呐、啊，好像内心啊、外在的物质啊分开来了啊。这个这一处的经文，可能也是已经预见了我们这种状况会发生，就不客气的直接的提及，要叫我们提醒我们，你们不能空手来啊，你们必须要带礼物而来啊。好像是要求了啊，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啊喜乐洋溢的带来，但是我们老是啊就是明知不故犯嘛啊。那么在这一章的各经文呢，都可以知道啊，遵行神的诫命和蒙神祝福啊这两件事，你只要遵行，你就蒙神祝福，是息息相关。有时候啊，神的恩典呢、可能先临及我们。但是呢，经文却劝勉以色列人，当以服从，来怎么样顺服神啊，来回应他的恩惠啊。好了，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的16章18节到20节，也差不多了啊。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面，按着各支派设立的审判官和官长，那么按各支派来设立啊，他们这些人要干嘛？要必按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啊。我一个人啊实在太难了啊，我需要更多人来一起帮我啊，所以啊要按着各支派来安排设立，然后他们要公义的审判来怎么样来判断百姓，不可屈妄正直，也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以受贿赂，因为贿赂啊能够叫本来你是智慧人的眼啊都变瞎了啊，又能够颠倒黑白，颠倒义人的话。你们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而你为耶和华你神筑坛啊，不可以在坛的旁边栽植什么样的树木做偶像木偶，也不可以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整段啊，这个讲到18节到20节，耶和华所命令的领袖啊，就是在各支派里面设立的官长和审判官。这一段呢，就论到这些领袖。神的子民有四重领袖，这提出一般性的原则。啊，这做法是关于什么样？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权力？你的权力可不可以滥用？所以他对这个职分的权责啊权限有严格的说明，包括第一个是审判官，审判官呢要维持司法的公正啊，他说你不可以怎么样妄曲正直，颠倒黑白，不可以按人的外形外貌来怎么做审判呢？必须要按照正常的、合理的、公义的审判来判断百姓。好，那么这边也讲了君王啊，这边也讲了君王，讲君王啊，乃是一国之首，在第17章14节里面啊，待会我们17章就看，讲到一个国家的国君要按照公义来治理百姓、治理国家。那么后面呢，在18章有什么？还有祭司和先知，也就是说，这整段神的百姓啊，神子民的百姓有四种。第一种叫做审判官，维持判断的正直公义；第二种叫做君王啊，他必须要按照公义来治理国家，才不会产生扭曲。第三种叫做祭司啊，祭司我们讲过了，就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进人里面的人，必须要有正确的教导律法，执行宗教的事务，
那么也有是先知的职分。那么先知是干嘛呢？先知啊，乃是叫他们呢，在这个中心的传讲神的话啊。所以啊，审判官、君王、祭司、先知，通通都必须要按照这个圣经这边讲的神的子民啊，四种的这个领袖，按照一般的原则的说法啊，在那个权力上面啊，要怎么样？要服从神啊。要有自己权限的这个说明啊，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啊，他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啊去做什么事。所以呢，在生命记16章18节到20节这边呢，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选立的领袖，他必须要按照公平正义来做审判的工作啊。那审判官呢，乃是这个颁布那个律法者官法官呐、啊，士师 judge 就是审判官的意思啊，士师记的那个就叫审判官。那官长就一般的官员你们不可以怎么屈枉正直，屈枉正直，歪曲公平啊，颠倒义人的话，颠倒什么意思啊？倾覆扭曲了因为贿赂能够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嘛。就扭曲了政治人的话，你们必须要致公致义，追求政治义，好叫你活下来，好叫你能够承受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地啊！这个致公致义，这个致公致义很有意思啊，它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两次，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你们要追求公平正义，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段话看起来啊。跟这个前面的1到17节好像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看起来好像是，但是对以色列而言呢，政治司法的公正和祭祀的纯洁圣洁是一体两面的事，都是在展现对神的效忠，并不是完全没有关联。神呢，是一切权柄的源头。不管你是在讲到宗教啊、政治啊，或者社会层面都一样，神乃是那最纯洁的、那个最善的、至善至深至美。那我们他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是圣洁的。好，那在20节的时候就讲那个至公至义了，就讲到说明啊，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乃是要他们怎么样追求公平正义。然后这个百姓呢，民族就可以存活了。我们的国家、政府、社会、教育啊，都要追求公平正义啊，才能够完成神在这世上他的标准。